上新的水产，上高级的料理方式，都是食伊的原味啊。所以咱伫鱼湾那边，就直接来个起火，咱来 BBQ。啊，这个再给我两分钟，龙虾就差不多了。哦，可以。哇，真正龙虾沙西米。我们先来试一下真正的沙西米。哇，来，老师先讲话吗？龙虾沙西米。来了，赞。很甜呢。对吧？甜哦。而且那个。很有弹性，而且是很新鲜的那种，丢丢口香，好好吃哦，哇，太香，好吃，我没有你讲，真的蛮甜的。